在科尔玛这边要拍照的话，要早上来拍。对，马上就会很多人。不是，是因为早上的光最好。How many pieces you want? Two.地上发现这个自由女神的东西，看起来应该是往尖尖的地方走过去。的事情就跟马德里不太一样哦。这里很美，这里比较有我想象中法国小镇的样子。车上。